天哪！你说我打多少也不看你啊！我这一看你，你说你这是，哎呦你，这，哎，打多少也不上手摸，这一上手摸，你这还挺有骨感的呢。你们家这里边有骨头啊？反正就是有形。你说你怎么能是饭呢？你应该姓邢啊，你应该叫邢大爷啊，行不行，大爷？邢大爷，不是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？我跟你说，我这个事儿。我这个事儿，钱大爷，你觉得你有必要在这听吗？忙点啥？对对对，我上货去了。对，上货去。去你的吧。这孩子今天没打疫苗就来了。什么事儿啊？你我跟你说啊，你能不能让我替你当一天这个店的老板？原来这么回事。你说你跟我姑爷赵刚子，你们俩是同事啊，咱们这关系，你要上我这来打工，我一月给你开多少钱合适？哎呀，钱不钱的都无所谓，我主要是想干这活，不行，我跟你说，你不用给我开钱，我给你点钱都行。那你能给我多少钱呢？我兜里有多少，我给你多少呗。那你掏掏。还掏啥呀？这个月刚开的工资4000。那你啥时候给呀？现在就给呗。行，你下班了。谢谢啊。我谢谢你这个黑心的大爷啊。什么意思？300一天对的，嘎一下收我4000，是不是？你咋知道我300对了的呢？刚才你跟钱大爷聊天我都听着了。不是，我跟你说，我你俩是不是你400的？不是啊，我就不明白你为啥非得上这儿当一天老板呢？是这么回事啊，大爷，你知不知道我有个同学叫西小彪？啊，知道。哎、就他从小，我跟你说就给我较真儿，哎，我俩就从小就不对付啊。昨天嘚瑟我给我打电话，小梁，我跟你说，现在我给董事长开车，我工资我都涨到5000了，晒不晒脸？我一个工资才4000，打5000呢？啊，你让我那些同学，我那些发小知道了。你说我于小脸这脸我哪放？不是，他们要不知道你这脸也没地方放。不是，我这个面子我得要啊，范大爷啊！我跟你说，我这跟他比啊，我打电话我告诉他，我告诉你啊，我说我已经开了一家疙瘩汤连锁店，当时一听懵了，回头就告诉我说，那行，今天我上你疙瘩汤店看看吧。不兴师动众的吗？已经见过父母了啊的照片儿。咦，爷，你说你连面儿都没见过，你光在网上见过人父母照片，你就咋的要私定终身了啊？姐，我看你这是要玩魂断蓝桥啊？哎，这有啥可惊讶的？大清哥都要魂断棋盘山了都。说啥呢，王小倩，我发现你说话特别嘴欠，你知道吗？我是诚心让他上去挨冻去了吗？今天不是情人节吗？我担心他在这儿，我不是怕他给我搅和了吗？走啊！来了，来了，哎呀，他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！子大美姐，你叫你慌啥？你他妈没出息你的？有人在家吗？来了。百度蓦然回首，他搁这儿呢。大美小姐，你好。看着我都没认出来呀，我是不是照片 P 狠了？不不不不，千万不要责怪自己，是我没看出来，我的错。不不不，肯定是我照片 P 狠了，真对不起，那软件我刚用，我不太熟。不不不，跟软件没关系，是我眼睛的问题。不不不不。是我脸的问题，我眼睛的问题，是我脸的问题，对，就是你脸的问题。那
什么？别急，我今天给你准备了一样小礼物。啊、哦，是吗？王倩，啊、看见没？这在我们女孩眼里，这就特别绅士。在我们男孩眼里边，这就叫絮叨。请看，这是我特意为你定制的情人节礼物，仅此一件，仅此一件哦。哎呀，这个就是，你跟我说的那个传说中的咕噜滚吗？嗯，它叫石头祭盘紧致提升居者咕噜滚呢。哎，你觉得这个小东西真的有你说的那么神奇的功效吗？那，你什么态度？不信犯的，我告诉你啊！你今天不把电闸给我吹上去，跟你没完！没完啥呀？你不就是告我吗？你告我，我跟你说，你到哪告我，我都不怕。我有理，我就是不怕。我还这么跟你说吧，你别说让我擦小区大门口了，你就让我擦小区公共厕所，该咋着我还咋着。以后你违规我就踩，你扰民我就拉，我拉拉拉拉一拉拉，你能咋的？哎呀，行了行了，我说的，别吃，你消消气儿啊。呵，我这，你干嘛呀？你这是？平常在家里啊，一句话都没有，你跟人家怎么这么多话呀？还抬抬抬，一抬抬，拉拉拉拉，一拉拉，你闹肚子呀你啊！我告诉你，他可不是吹牛，人家上边真有人，有人咋的？你怎么去看着大门？你不知道啊你？啊！哎呦，大姐啊，你听我的啊，这事儿算了，气死我了啊！这事儿算了，我必须得告他。我不是我跟你说，他就这么个直性子人，他得罪人多了，没人能管得了。你还找人？你找的谁呀？我说出来，我吓死你俩。那谁呀？赵刚子。不是，你等会儿，你找谁呀？赵刚子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你上面这人是赵刚子呀？怕了吧？哎呀，你是找赵刚子把我罚到大门口去的是吗？吓死了吧！哎呀，吓死宝宝了！等会儿，哎，大姐，我问问你，你认识赵刚子呀？何止认识啊！哦，那你跟这赵刚子什么关系啊？红颜知己，知道吗？哦，这我可得问问啊！哎，他是不是以前追过你啊？什么叫以前呢？哦，现在还追你呢？腿脚比过去还利索呢。你这不是胡说八道吗？哦，爸爸，爸爸，你得出来了，这事儿这局面完全失控了啊！哎呀，这我没想到啊，这个怎么了？他俩有关系？这我听见了，听见了吧？你信了？我信呐，他能干得出来呀？滚犊子！挺有力度啊，赵刚子都听你的啊。嗯，我可听说了，赵刚子这人不好办事儿，除了地方逗留，你一逗留，刚子你得想法你帮过他呀。爸呀，你给他害了。刚子，哎，有什么？我跟你讲，我要想救王叔，普通的办法他听不进去，得下一剂猛药。什么猛药啊？啥呀？这招行，这招好，这招棒。我跟你讲啊，一会儿我打电话，王叔来了以后，咱就着急行事。行，好吧。哎，啊，爸，你好好演啊。啊，放心吧。啊，王叔，我刚子，王叔啊。您快点来我们家一趟吧。我跟你讲，王叔，我爸不行了。王叔，哎呀，王叔，这都啥时候了？我赵刚子这辈子我骗过人吗？王叔，你快来吧。好的，王叔，我等你啊，王叔，好的。告诉你们啊，王叔一会儿来了以后。照计行事，放心，千万别演砸了。不能。王芬，哎，来了。我赢啥赢？您现在不行了。你躺下。哎，你就对。老范呐。王芬。哎呀，别难过，孩子，别难过了，大范。
叔，老范，老叔是。老范，老范，你还认得我吗？你是老王吧？都这时候了，那个王字后边就别加个爸了。你说你这往常身体挺好的，怎么突然间就这个样了呢？我没听那专家的话啊，没买产品。你呀，关键就是去了，领完鸡蛋你就走，领完鸡蛋你就走，你怎么就不买点产品呢？来不及了。人家这是艺术啊，艺术！嘿，你别不哎呀，好好艺术，艺术，艺术，艺术！来，老哥，脾气不小，说得好。大宝哥，你把处对象当才艺展示了？那你说你是真想跟我处对象吗？真想，早就想了。找你认识我吗？我在梦里认识的，你就是我在梦里的那个他。这么说，我就是你的梦中情人呗？啊，那你真想跟我处？真想啊。那你经得住考验吗？哎呀，你别说考验了，你把我考了都行啊。行，进屋。啊，小美丽，那可是你的闺房，男人不能随便进的，你干啥？哎呀，大姐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，还闺房啊？那我俩谈恋爱，总不能当着大家伙的面谈，对吧？对，我听你的。哎，你，哎，小美丽，哪有妹妹谈恋爱，姐姐在外边偷听的？舅舅太逗了！哎呀妈呀！有点你听啥呢？有点爸，差不多，我这有戏了。哎呀，老哥呀！哎呀，老哥，就小米这刚才那一番话呀，我是太受感动了。这人家的爸，回家，咋的了？太吓人了！哎，我还没说完呢，你跑什么呀？小米子，小米粒，你怎么把这孩子吓那样了？对呀，你干啥了？没干啥呀，我这就是跟他在谈那个恋爱的事。Nice。先生，小皮狗小鸡鸡。行啊，就让暴风雨来的更猛烈些吧。啊，我又不是没见过，就那小体格，我是不能破得了。佩服我的劲，我去，就他那样的，我他妈还敢跟我俩抢包？跟我俩抢老公？我先生打电话，尊敬。啊，喂，你好，赵体丹女士，请你马上到我们物业办公室来一趟。对。这有您的快递，好嘞，我在这等你，搞定，马上就过来。啊，但是一会儿来了，千万别慌，好不好？小美玲啊，带二姐上那个桌子后面给我藏起来。我不去，别问我去，你别不去呀、啊！你想想，你要是当面的话，你问不出来，你得藏起来。你说土豆秧子了，你再也回不到土里了哟。看见了不？他喝多了。不是，小黄妹妹啊。我要是回不到土里，我在这儿就发芽了。哎呀，我想起来一个事儿啊，我怎么觉得我的口好渴呀、哎？我也没说多少话呀。你是没说多少话，你老复读。你给我变一瓶水吧。哎，我到小卖部给你变瓶水来啊，你帮我照顾着啊。不是你别走啊，哎，大姐夫，大姐夫，你别把我一人扔。你吵吵什么玩意儿？打我干嘛？你咋那么大声啊、哎、这么烦呢、哎、人呢？不是人在这儿呢，人在那儿呢，这儿呢。哎呦，呵，哎呦，小黄妹妹、嗯、你这是喝了多少酒啊、嗯、不是你不是要倾诉吗？没有
肩膀。有，有肩膀怎么能还没有？来来来，你坐着。哎呀，哎呀，肩膀吗？不是，来，要哪半扇？男左女右。这儿啊，行了，我就借着。来吧来吧，请坐。哥呀，哎你，你说。高点啊！哎呀，来，来来来，这给你。你说我，你是柳肩膀，一点都不舒服。呵，这小黄妹妹还，我借给她肩膀，听她倾诉，她还挑肥拣瘦的，我不伺候了，我都走，你们都走，把我憋屈死，就让我在这儿憋屈着。哎呦，别！街坊邻居们，哎呦！哎呦，我说。小黄妹妹啊，这三更半夜的，我哪能把你一个人扔这儿啊？哎呀，来来来，是我肩膀是窄点，你看我这儿行吗？哎，我这块怎么样？啊，来来来来，这儿借你了，来这，哎，这怎么样？还凑合。哎，来，请坐。你说我长得也算漂亮吧？对。我有车有房有存款。哎呀，我也有车，我也有存款。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们家房子的首付还是我付的呢。我怎么就找不到？